通常店的所有东西，就是你这个衣服挂起来的所有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出门只要飞机预定，都不会忘记的。对啊，要买个背心啊，像钓鱼的那个。在后面买雨伞。阿健，然后有机会发现我手机了。我后来为什么发现？哎呀，因为我在放屁。我相信，有没有人只认识在163的？还有一些，看你要拍什么，每个地方，对，每个地方有。然后第二在哪？是有拍过的，当然在第一手写账没有拍。希望。大安现在有两个定点，就是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看现在两个球。你现在就大安在两个小洲，你现在随时去饭店进去，很好找，对不对？去的时候你就杀了，不敢跑。然后你看，我第一次去大安就是啊，我本来打算开始找，我还在想我。